出招！喂，撳咗咩出嚟？雖然我手機版就做唔到全服第一，但話唔定新開服嘅 Switch 版可以咧。冇錯啦，佢就係最新推出嘅 Switch 版傳說對決。求求你，別上頭！畫質嚟講，佢就明顯好好多，陰影同立體位上都較細緻。用 Switch 仲可以播落大電視，打都打得爽啲啊！不過佢控制上都真係幾複雜噶。如果玩開手機版嘅你，就一定唔太習慣啦。認真打，別水啦！佢話曬都新雙法，唔知配對耐唔耐呢？喺實試嘅過程中，大部分時間都只需幾秒就可以順利連接，相當唔錯啊！玩咗陣，佢嘅畫面就真係冇得頂啦，但操作未夠直接，而且英雄都比較少。要計爽，點都係手機爽好多啦！換生活，樂科技 ，Unwell-K。